好美，乖啊！我戴耳机啊，要戴耳机啊！看你好像直接戴起来，看你这个，你这个老马儿实况干！快点、啊，你就做一个特辑，老马儿特辑，干努力的练习，好不好？干来来来来来，干！你等下就直接老马儿撞墙，我跟你讲，快了快了快了啦！干傻小啊，这样一点都不好笑啊！干脑麻了，快给你脑麻了，你多脑麻几球，快点！我不理他，我不理他。干还早啦！干我觉得你在脑麻半小时，你会不会成功一球都不知道、哦。干来啊来啊！干你娘的妈的，赌啊！靠背啊！成你老木啊！干成你老木，你知道吗？老木老木，你知道吗？干你娘的脑麻了！干你老母！干你娘！成功了啦！干，快要到三。干你老母！你他妈抢篮板给我啦！干你娘！我已经不想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整个已经……啊！我受不了！我一定要，我一定要，我现在来讲旁白哦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录像啊，我们刚才已经练了两场了。哦，他刚才更好笑。他对，刚才就这样，他刚才就是这样哦，起立蹲下啊，起立蹲下啊，他不然就这样啊，诡异的抖动，他告诉我去转三分线、啊，哎、欸，快的啦，你看，你半只脚在外面，要、哦、成功了，好、哦，半只脚，我跟你讲、啊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等一下看一下，他等一下就会直线脑麻，然后撞墙，他不会从这边哦，直线脑麻撞墙，哦，撞墙，哦，你去给我去右边，你给我去右边，看我看你右边怎么撞墙，去给我右边，你给我去右边。哦、我们来欣赏一下成功了啊，陈，没事啊，这就是陈浩的脑麻日常。啊、想学潮汐进攻吗？我教你，啊、我教你，看想学潮汐进攻吗？我教你，啊，干掉死老麻，脑麻撞墙啊！各位看到了，他刚才就这样撞了两场啊！真的不是我要嘴他，干你娘！我要澄清一下。我刚刚有一场，我很认真抢篮板，抢了七颗球。我抢多久篮板都撞多久。哦，来来来，是啊，快成功了啦。等下再好，可以一个，来，好不好？来来，抖啊抖。哎呦，快了啦！我还没看到线亮起来，线没亮都不算呐。他已经快成功了，啊、快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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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哎呦，我干你娘！干附件有成哦，会抢球。等下等下，那、啊、这个位，等下呢，那、啊、再过来一点。好。然后好看，哈哈哈哈哈！看你脸知道吗？靠，不要转错！看你脸丑大小啊！哦，看你脸，我看了，我就看到一个黑色的小矮子在不停的短腰、短腰、短腰、短腰，还有起立蹲下、欸，哎、哦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！呀、yeah, ，等一下，快点呐！哦。我觉得你这球一定会脑麻，这球一定会脑麻，干你麻了麻了，干麻了，干你你，妈脚麻哦，脚麻手麻啦，哎、欸，干差一点呢，快快出去了，干我电量剩10%啦，放我睡觉啊，脑麻，干你赶快去制定练习，你练一颗，没有干，我会给你看到，我会给你看到，在场啊，不要给我，我不想看。你一定看得到，看你看下一场你一定看到，我快成功了。看我头好痛哦。这样下一场你一定看得到，快成功了啦。看各位观众啊，你看这个人啊，看你娘啊！为什么输掉？快点啊！看你娘，我手麻脚麻也脑麻哎、欸，这是名副其实的脑麻哎、欸，我真受不了了。99颗脑麻，然后成功一颗，哎呀，我要出来，要出来！干你娘嘞！你说干你娘，你队友就跟你讲干你娘，成你老母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现在开始算，我看你要麻几球。哦，来来，我先到适合的位置。你不要说我欺负你，好不好？我帮你运球，帮你运球。好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好来，可以了吗？对，来，好来，一颗一颗麻，快了，快成功。已经快了，你没看我一半只脚在外面，半双脚在外面。这颗我当你半麻好不好？半颗就好，好不好？快成功了啦！看你叫让他投啦，赶快投去好不好？遗传到你的脑麻哦，哇！好，我帮你运球，我帮你运球哦，这运球的小事情我来就好，我来就好。好了没？好了。我觉得这一球有机会哦。
欸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觉得你要麻了，你知道吗？麻了，你看，他好像有时效，麻了，好悲啊！再九快快，快点，干你他妈复健科欸，干我是不是复健科的医生啊？干你把主治医生是治不了你这个脑麻，你知道吗？他全国最厉害的权威，完全治不了你这个脑麻。你直接问那美国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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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小医师好不好？看不要治一下那个手麻、脚麻、脑麻的麻痹。等一下，来来来，不成功，快来！我让你回，我让你手脚回复一样力气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运球，运球一点。好，来来，你干嘛了？我都让你休息那么久了，干你不要再麻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再讲。干一千球有没有成功过一球啊？十八秒为例呀、啊。威力炸酱面的、啊，看，我十八年好滋味是不是啊？干一千球有没有成功过一球？来来去，干我都懒得算了、啊。等一下，干他应该是有个位置。干你不要跟我讲什么位置不位置，现在是你的脑麻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什么位置不位置，你赶快去右边，随便呐、啊。干猴子投三分呐、啊。快气了，我篮板王一木啦！他在靠背啊！干你老师、欸！我要找一个位置可以转到三分去啊！啊，你之前不是练过了？干想学超级进攻吗？我教你，我教你，那时候不练过了吗？啊！我现在头脑都充满着你那个霸气的眼神、帅气的手指，然后私底下那个脑麻了，你该干嘛啦？干你给我上精华、啊！干你个老麻撞墙！我怎么动不了啦？不是，到底那个人是想帮你还是想害你？他那个你那个粉丝是不是想害你、啊？干，他就传一个真的投到三分的影片没？他是后置出来的吧？他后置出来的吧？再站一次。他那个白线是自己 P 上去的吧？没有吧，他是站在这个位置。快来啊！快点啊！啊！干！我相信你最后一次啊！欸、快了快了！干！你他妈差很远，好不好？快来！我相信你。干！别再麻了！我都喊到喉咙都没声音了。你说想我今天起床他妈直接吃那个川贝枇杷膏？干！你难懂吗？我真有运气啊！新花招啊，各位观众，他不止脑麻，他还会运球啊，好可怕啊，这个人哦，干你娘，连投球都不投啊，他这么运球啊，干奇怪，麻完之后直接传球好不好？拜托你啊，好，算，又不用吵起，反正不用吵起，剩七秒，没关系，你现在跟我念一次，做个 ending。想学朝廷进攻吗？我教你，快点！要靠背。我霸气的眼神，然后呢，那个漂亮的手指就指出来，赶快跟我念一次。我觉得你可以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很强。